盗？被谁盗？就是抖音那个，就是热量那抖音就被盗了。抖音那还不简单，我就上一篇一模一样的。 上一模一样，他就是把你那个上上面那个影片给烧了。我就上一篇全，他只有剪一小段。对。我就全上，然后我就告他。啊。哦，你就用个原版的。对。那你就好，另外办一个新的公证人，然后。天好运。天好运。我觉得桃园的都很难吃，台湾的就很难吃。不要等。可以下面垫一张寿金开，因为你这样各自我还要打马赛克，好麻烦。不想赢。然后马赛克，对啊，要不然各自会那个啊。你反过来就好了。好，可以。哦，这是他自己买的？没有，我们的。哇，4只啊，有5只。5只啊，皮球。啊，他这我觉得。貔貅，5只哎。哦哦，那个他最新买的。这有没有股票？1、2。这是他送给他妈妈。8个亿那是谁？一。钟馗的，我把你那一盘直接拿出来，我没有动你心的，你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吗，明德？那你处理掉哪一块，我根本不知道。 那开好了。那我开好。啊？没开好。那已经开好了。一个有个是要哦，那个最旁边那个是要拔出的。那开好了，只是一个是。因为他觉得眼睛他看不顺眼。 所以你那边有一个是一样的啊，它重弄啊，重开啊。这些都是啊。对。这就是他法厨的那个。这个。嗯。那是法厨重开，哦、因为他说眼珠他不要。这个是他要重开的那个。就是换一个玉佩。 你那法除完以后，叫阿贤用那个檀香油清一清，放回去，因为那基本上是好的，只是他不喜欢。 不用，你就收起来吧。这连珠塞都刮掉。其实是我的话，我会先用水用一用，再整个清。 你检查过就好。 那没有关系，那是石头的那个。这个要用力一点，因为文莱，文莱，汶什么是汶哪？马来西亚下面，汶哪？用力一点。对，运费也很贵。运费也很贵。那两个要1块鸡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女儿，要1000多块，运费就要1000多块。这个跟哪一个？那个济公。跟那个济公。这是女儿，那是妈妈。 是天上圣母。嗯。解决就对了。先摸那个帽子，嗯，金刚师傅。感受一下，好像没什么气。这地也不错，这颜色。这是赭石，就是那刮痧用的那个赭石。扁石还是一个石一个乏，缺乏。 不过这两个好像没啥气。那两个？那这两个，为了气在这边用光，在地也用光。有这个嘞？这两个应该要去文莱，所以要这两个。对，这两个。 好，先这样移动。哎，上面有没有写要换绳子？看一下。没有。没有，没有就没事。 没有。配，民国1962年8月17日出生，人口离海的，是国外的名人，台湾是提供什么的一个发展工作上面，地球的趋势是往台湾怎么一个台湾是第一的一个是对。把盖子盖上去就好了。没有，等下会烫。马来西亚有这个，拿金子也可以。 那个是要送给他妈妈的，送给他妈妈的。对。妹妹刚感觉没什么情绪，有点冷冷的。 啊！哎。把他那条顺便放上来。没关系，放着。